王心颖形象插水之后被雪藏，网民大多数都觉得她不值得同情。而马国明大方得体的发言就令到形象加了不少分。虽然马明就想大家少点评论件事，但是明显不少人都乘机抽水了。日前以兄妹相称的唐诗咏就在社交平台发声，说人人都有一张嘴，但未必咩都要讲，讲嘢要分场合，又说要学识沉默寡言，不知道是讲紧边个啦。不过阿叻就说是讲紧自己。而陈志尧呢日都有感而发，话万事回头看都是一种智慧，好多时候人生是需要经常反思自己的过去，同埋要检点自己的为人处世。虽然睇落就好平常好励志，但就有网民联想到王心颖啦。皆因心颖之前曾经同王浩信因为拍剧而传过绯闻啦。正所谓凡走过必有痕迹，网民有时真是好有记性㗎。